紧密的中超联赛间隙，足协杯开打，山东鲁能要与大连一方交手，广州富力要与北京国安过招。前一场比赛仍有悬念，因为首回合交手，鲁能仅仅在客场取得1-0小胜，此番回到主场，球队还并没有十拿九稳的晋级把握。而广州富力与北京国安这场比赛看起来似乎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，因为客场对决富力竟然输了1-5，此番回到主场，富力不仅要争取打进4个球或以上，还要尽量杜绝被对手进球。像斯托伊科维奇在富力中超比赛赛后所说的那样，我想球队在足协杯上半场打进2个球，下半场也打进2个球，4-0也够了。诚然，4-0这个比分的确能够确保富力晋级，毕竟他们手握一个客场进球，但是孱弱的后防线让球迷担心富力很难做到不丢球。而且面对由巴坎布、比埃拉、奥古斯托架起的北京国安的强大进攻端，富力的年轻后防线的确难以应对。然而富力迎来了一个绝对利好消息，那就是外援后卫托西奇回归。上一场富力平重庆斯威伍的比赛中，富力托西奇没有登场，他因为家中有事暂时离开球队，如今托西奇出现在了训练场边，这几乎意味着他将要在本场比赛登场，这对于富力的后防而言是个积极的信号。一旦进攻端扎哈维、肖智打开，相信更多的进球也会随时到来，这场翻盘不是不可能发生，关键看富力能否做好自己，而托西奇就是球队避免丢球的重要一环。